个球，雷手扑下去，拦截下来，但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也没得传了。三垒跑者回来得分，强行内野安打，邓志伟一分的打点。地主球队统一 7-11 师队首开纪录先取得点，1-0领先的这个球，虽然二垒手林宗南已经是扑下去，非常卖力的把球给挡下来了，挡在内野，但第一时间没有接近手套里面呢，连一垒也没有办法传了。这球变速球哈偏高，这个球打得强劲。这个球变速球比较高的位置打得强劲，林宗南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了。至少挡在内野哦，挡在内野，当然掉了一分了，也没有抓到邓志伟了，但是还是要给他拍拍手，他有给球队帮助的是没有让陈庸基上三垒，这是重点。因为这个球是打在右半边，如果穿出去的话，陈庸基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到三垒，因为陈庸基的一个跑垒的观念还有他的速度条件都具备来到三垒的一个资格。